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感谢关注啤酒一枝富啊！今天我们来开一个大后江啊，一条色脉，整个石头绕通的一个大后江啊，这个东西赌蛋面的东西啊，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，能不能开出非常牛逼的品质出来？咱们顺着这条网带开出来看看啊。这石头开好了，可以看到这个色带是绕通了的，还是开的比较浅啊，皮上差了一点。这个色的话是五分色左右啊，不是浓郁，就是赌一下里面的一个画的开不开。总的话是相当好，可以看得到啊。这个擦出来这个效果的话也还不错，最终还得切开哈。我们是准备要切一刀才能把这个石头拿得准啊，看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色画得开一点啊。来一刀。那兄弟们，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石头哈，一个赌石变明料了哈，看看这个色和一抹绿，哇，还带一点茄子茄春色，这色还是辣的啊，拿回来用砂条搓一搓啊，整个就亮出来了，底子细腻啊，完全化的。那这个色上面带一点白棉啊，咱们所说的马牙，这个真的是非常恼火的事情。前算晚算啊，没算到这个问题。赌石的乐趣哈，在于是非常多的未知。现在这样子啊，已经非常满足了。赌石有风险，欲望需谨慎啊，因为块头大啊，数量大，还可以切非常多刀啊，刀刀都有色。这个可以确定啊，随便切啊，每一刀都是有色，这个是跑不掉的。块头大，还可以切个十几刀都没有问题。
感谢大家关注啊，咱们下期见。珠子啊，珠子料，做牌子也行，像雾像云又像风啊。